有哪一篇信息你没听过？有哪一种的宣教士见证你没看过？听完之后怎么破茧而出？相信很多信徒已经听过过百篇道，但要从道里化为行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究竟怎样从道里破茧为上帝作工呢？一个激励信徒破茧的属灵盛宴，李西华人差传大会破茧而出系列，3月28日起逢星期六日晚上10点正。